是吧？OK，哎，大家好，我是老拉，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啊新入手的这个叫专业的网球拍摄录制的一个工具啊，人工智能 AI 的工具，叫做 SwimVision。Yeah, this SwimVision。SwimVision 中文翻译的叫击球追踪啊，还翻译的挺准确。它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你把这个架子，你也可以用普通的三脚架，也可以用这样一个专业的这个架子。专业的这个架子呢，大家看，我可以挂在这个球场最高的地方，角度越高啊，拍摄越好。然后在球场的正中间，保证你的镜头里面有所有的边线都能够露出来，这样子的情况下是最好的。啊，然后它有什么好处呢？第一，它可以全程录下来，录下来以后，它自动的分析和记录你所有的击球的技术细节，包括发球速度，你的旋转，包括你的一发成功率，包括自动计分，还包括你的这个什么一球正手反手，所有的东西它都给你分好类，最后它可以自动的剪辑成你需要的这个视频，比如说这个对拉来回最长的，比如说本方和对方的发球速度啊，等等等等，特别方便。那对于我们做这个，尤其是做所谓自媒体啊，喜欢回头说，哎，今天我们有好多精选的球，怎么然后回去还得剪啊，这个软件自动的帮你把你需要的全部都剪好了，这个实在是太方便了。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来录我们的这个一场双打的比赛，然后呢等一下我就在这个 app 上把名字都设好，然后自动的最后打完了以后，它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好，好吧，大家拭目以待。然后这个具体的详情介绍呢，就他们公司网站链接我等会儿放在这个视频的下面。 OK